嗨梁姐，好久没写信给你了。嗨梁姐，好久没写信给你了。谢谢 Kazuki 让我有机会写信给你。这个年代写信的人很少，我想写信也是一种浪漫吧。在这疫情下，我们有两年多没见了，都快忘记牵手的感觉了。当初一直觉得见不了面很烦，但很开心的是我们最后结婚了。今天我要拍有一点特别的计划，就是我的好朋友最近结婚了，而且他们超级厉害，他们交往四年，包含远距离的两年，而且他们最近啊用视讯的方式结婚了，真的太棒了！因为他们两个是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非常的感动。我想拍电的方式，想记录一下这个感觉。然后新郎现在在日本。所以我跟新娘一起去台湾的纪念品店，然后我们买东西，还有写信，然后寄给她惊喜的祝福。到后我们三个视讯的方式访问他们怎么样结婚，这样子。好，杨姐收到货了，我们访问看看吧。嗨，梁姐，恭喜你们！你先自我介绍。嗨，谢谢你，我是梁姐。两面的两，介绍的介，叫梁介。我以前去过台湾打工度假跟工作，总共五年。那个时候跟 Kazuki 认识的最好的朋友。哦，耶！然后现在在日本爱知县等婉婉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直接反问你们喽。第一个是你们交往多久了？四年。你忘记了，还有四年，快四年。那远距离大概多久？两年，两年嘛，四年的一半年距离。那这个远距离的此前有没有见到？没有。这个真的很厉害耶！你看，又吃饼干了，真的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那你们是怎么样确定结婚？我们在试训的时候聊到怎么样才可以来日本哦，然后婉婉说现在好像只有配偶证使用才可以来日本，所以我说那好，我们结婚吧，就结婚了。好帅哟！这样子的、啊，真的恭喜！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反应？他们觉得怕我去日本会不适应，然后也会担心、哦。本来是有点反对，就是觉得在日本生活一阵子再结婚比较好，后来就是我跟梁介都说服他们，不会让他们担心，就跟他们解释这些，就是会花多少钱啊、然后会怎么样啊，你有具体的一个数字或者是具体的一个事情，他们才会比较好理解，对，很厉害哦。那你们现在？觉得怎么样呢？快可以见到吗？嗨，哇，doki doki， 哈哈哈哈哈 ，doki doki doki， 嗨，梁介啥嘞？我也是 doki doki， 好恶心啊！这个嘞，希望大家留言给他，觉得怎么样？一个好朋友要离开台湾，这个是其实虽然有一点难过，但是你们见得到面，那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那梁介是不是有收到货？我们的货。包裹，反正打开看看。好，收到了。Kazuki，你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写着我的名字。我们真的是哦，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哦。好啦，阿哥，打开看看嘛。好，这个是伊朗。哇，伊朗的杯子好可爱。这是因为。婉婉说：“你们两个有去过宜兰，第一次出游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写这个。谢谢，好可爱，我好喜欢。还有一种吧，是高雄的。高雄是因为梁介说他想去，疫情结束后一起来台湾去高雄。好，这个也是杯子吧，怀念嘛，我们想想一起去热炒喝酒。”好可爱，真的很怀念的。这边没有十八天，可是用这个喝麒麟。下一个，真。哇，
对，这个跟刚刚的杯子一起用。哇，台湾啤酒干 W 干，真的很可爱嘛？哇，好可爱！还有这个凤梨酥，很喜欢凤梨酥。哎，它看起来也是凤梨的，跟爸爸妈妈一起吃。这个高山乌龙茶，我加点多西方，谢谢。再来是这个芒果干，谢谢。还有这个时间 bookmark， 多多干吃。还有这个。是日月潭吗？他要回日本之前，我们最后一次出游，验看看。嗨，梁姐，好久没写信给你。嗨，梁姐，好久没写信给你了。谢谢 Kazuki 让我有机会写信给你。这个年代写信的人很少，我想写信也是一种浪漫吧。在这疫情下，我们有两年多没见了。都快忘记牵手的感觉了。当初一直觉得见不了面很烦，但很开心的是我们最后结婚了，不到一个月就要去日本生活了，很期待但又很紧张害怕。希望去日本后我们都能够为了彼此更努力生活，我会撑下去的。送这些礼物是来好的，还写了这么多话，希望你会喜欢，我们下个月见。哦，结束了，谢谢。好感动哦！真假的？真的，谢谢你们，我很感动。小事小事，恭喜你们！真的谢谢。那弯弯，你有没有想跟梁姐说的话？去日本要麻烦你了，要好好照顾我哦。一定的哦。我很期待你来日本，然后我们以后也请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啊，这样快要哭了。开始啦，开始。啊，我觉得今天的影片真的太温暖了吧？哎、欸，怎么讲？我没有听到你们在讲什么。对耶。在划什么？但是真的希望，超级希望你们都在日本，哎、欸，过得好好。对，真的。祝你们长久的幸福。